常高兴哈，今天是咱吉祥公社哈，112年的端午佳节哈，众寿迎亲的活动。啊，因为咱当年哈，咱吉祥公社哈，哎，非常感谢咱的县政府给咱炮击部哈，补助咱这经费。咱今天活动哈，非常的热络哈，现场咱的颁发着2000粒的粽子哈，和咱所有参会乡亲。而且活动内底哈，咱嘛有这个路上龙舟竞赛哈，有亲子的，啊个社团的，啊，阮拢每一个比赛拢有奖金哈，3000、2000、1000哈，都有那个奖金鼓励大家。还有现场有 DIY 哈，有关到我们那个端午节的一些系列活动，那邀请大家呢，尽快来参加了哈。啊，因为我们现场又邀请到我们泡泡哥哥，还有我们的歌星陈依晨哈，在最后的做 Andy 表演，邀请大家一起来。在这个端午佳节，祝所有的家庭们能够开心快乐，端午佳节平安。大家还记得注意什么吗？我们来念一次，1、2、3。